青蛙王子高凌风于17号晚间7:50，因为血癌病逝于台北慈济医院，享年63岁。抗癌一年多，曾经传出高凌风拒绝化疗，改采民俗疗法。他也曾经表示，并没有后悔放弃化疗。究竟血癌是什么？该如何治疗？除了西医治疗外，中医又能够给予什么样帮助呢？让我们来听听中西医两方怎么说。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智慧人医守护爱，我是台北慈济医院陈绍智，素有青蛙王子之称的资深艺人高凌风先生，不幸于本月17号病逝于台北慈济医院。那由于高先生呢，纵横演艺圈40年，唱红很多的好歌，带给很多的欢乐，因此呢，让高先生离开人间的疾病白血病呢，最近成为各界呢瞩目的一个焦点。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本来是要谈另外一个疾病，那因为高先生的缘故呢，所以我们特别邀请一位中医师，一位西医师呢，来跟大家谈谈这个俗称血癌的疾病。欢迎血液肿瘤科高伟尧高医师。主持人好，全球大爱台的观众大家好，以及中医师陈顺鼎。主持人好，以及全球大爱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是，那除了两位医师以外呢，一如往例由台北慈济医院医师群所组成的接 call in 团队，在这段时间接听你的电话医疗咨询，欢迎来电。第一位护理中心祝春红主任，第二位神经外科戴博安主任，第三位中医妇儿科吴炫章主任，第四位麻醉部黄世仁医师，第五位肾脏内科彭清秀医师，第六位肝胆胃肠科舒伟志医师，第七位放射诊断科郭秀文医师，以及一般外科庄富杰医师。我们先看一段 VCR， 了解什么是血癌，还有它的治疗方式。血癌就是骨髓里面造血母细胞出了状况，骨髓里面的白血球、红血球、血小板一旦产生恶性变化，就会影响正常的造血。科学的研究显示说，这些病人啊，整个过程形成的过程当中，很多是因为遗传讯息 DNA 本身和核糖核酸本身的染色体的转位或突变所造成，所以血癌的成因呢，绝大部分不知道。过去20-30年，罹患血癌等于得到绝症，但是医疗技术的进步，透过积极化疗、骨髓移植以及骨髓捐赠的推广，治疗方式增加，治愈几率也大增。积极的治疗，这些病人本来是绝症的，竟然可以根治，所以好好接受治疗，跟好好医生配合，那有些甚至需要做到干细胞移植的时候，的确这种预后不好的病人，竟然还有机会去根治。急性白血病大多没有明显症状，往往一发病就很严重。医师也提醒民众，如果有不明原因发烧、出血或是出现贫血的状况，就要赶紧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透过这个 VCR， 我们知道，血癌哈、白血病，基本上就是骨髓细胞有了异常哈。不过，还是请高主任是不是详细的跟我们讲一下，到底什么是血癌？那它发生的可能原因是什么？还有它有没有什么特别好发的族群？是，其实我们造血的干细胞主要在骨髓里面，是，也就是当骨髓里面的造血干细胞，它可以是淋巴球性的或骨髓球性的，一旦产生问题的时候，或者是透过因为外来的物质，就像辐射线或者病毒，或者是像工业用的有机溶剂 benzene 等诸如此类很多毒性物质对基因产生伤害，导致基因的突变或者染色体的转位或者产生所谓的基因体外的一些变化的时候，就会造成干细胞的异常的增生，无法去控制它，而影响了正常的造血。是，那白血病是不是指特别是指白血球增加？大家一般都这么认为。是，其实有大概40%的白血病的病人，他的表现事实上在周边血是正常的，或者是白血球的数目是甚至少的，所以呢，但是它在骨髓里面的确，这些白血球的那个牙球细胞是多增多的。是，
那中医师这个陈医师哈，那从中医的观点，到底什么是血癌呢？中医来看这个疾病呢，还是认为它是一个血症。那这个名词大概从隋朝的时候的《诸病永恒论》就有提到了。那根据病人的症状，我们会把它分一些不同的症型。比如说，当他发烧、合并发烧的时候，我们认为那是一种血热；那当他血小板低下出现淤血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认为那是一种血瘀；那如果他是出现，比如说身体虚弱啊、胃口不好，那我们认为是一种气血双虚的症状。那有一些病人会出现吐血啊、呕血的症状，我们认为是一种气逆的症状。但是整个范畴还是属于在血症里面。是。那高医师哦，刚刚好像有提到过哈，这个白血病也蛮复杂的哈，类型很多。那是不是请高医师跟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是，其实我们俗称的白血病哦，可以分为四大类。那因为依它的表现的急性，来的猛烈与否，分为临床上分为急性的跟慢性的白血病。那不管是急性的或者慢性的白血病，又分为骨髓球性或淋巴球性的。在这里面，通常是急性的淋巴球，急性的血癌呢，它表现比较快速。那它的表现呢，通常急性的淋巴球性好发在小孩子，然后慢性的淋巴血性白血病呢，好发在老年人。那急性的骨髓球性白血病呢，是在成年人，大概50% 的血癌是成年人是这一类的。那还有所谓的慢性骨髓性白血病，大概占20%+，是属于慢性，那可以小孩子也可以，年纪大，也可以成年人。是。那高凌峰先生哦，他所罹患的这个白血病哈，感觉上好像虽然说我们知道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过这一次突然间走掉，会让人家觉得说是不是他的症状比较凶猛一点哈？他到底是哪一型？那他的症状跟其他有什么不同？是，其实，高先生本身罹患的就是急性的血癌。慢性的血癌诊断了以后，有些疾病放10年没不需要治疗，它还可以存活着。但是急性的血癌就不一样，所以急性的血癌病人是表现比较脆弱的，所以它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在治疗过程，它病程里面都是比较猛烈，比较容易产生突发的状况。是。那我们高先生他的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呢，原则上是分类这几类，那它是刚好是所谓第五型的，所谓的急性单核球性白血病。不过这个分这么多型，主要是以往的时候早期都用形态学来去区分，或是经由组织免疫把它仔细再细分。但是呢，事实上最新的分类不太用，反而是倾向用所谓的染色体有没有变化，因为跟它的直接预后跟治疗有很大的关系。是。那一旦不幸呢罹患这个白血病哈，当然就是治疗了哈。不过我们一般癌症的治疗大概不外乎手术把它切掉啦，哈，化疗啦，放射治疗等等哈。那请问那白血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治疗方式？是，血癌顾名思义，它是随着血液在流动，所以一定要有全身性的治疗的方法。其中全身性的治疗方法很早很早以前在20-30年就已经研发出来，是一个用化学药物直接打到静脉里面，它会流窜在身体里面每个地方，所以呢只要癌细胞所到之处都有机会用化学药物去把它杀死。在20-30年前这个病是一个绝症，但是现在因为有这个疗法，它不再是个绝症，那这是值得一提的。是。那另外我们的制作单位麻烦一下哈，好像有报道哈，就是高凌峰先生他有接受过这个化学治疗哈，可是好像效果不好，所以他就拒绝了哈。那事实上在我们台北慈济医院事实上也好像也没有接受什么治疗哈。那请问一下，那这个高先生的这个如果是这种情况呢，我们到底是如何去评估他的治疗效果好还是不好啊？ OK， 高先生来慈济医院的时候，在我另外一个同僚的医疗之下他事实上他还是坚守他不做任何治疗。然后呢，他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要针对他说，这个治疗好与坏，通常在打完化学治疗以后大概第28天左右的时候，那去做他的骨髓，看他的骨髓里面白血那个
骨髓牙球性细胞的数目是不是小于 20%， 原则上只要能小于 20% 我们就称为完全缓解。那也有人说啊，我从他周边血我就看到白血球牙球性不见了，本来是在周边血就可以看到年轻的细胞，现在看不到了，那这是个方法。但是最准确的方法就是从骨髓去看它的有没有完全缓解，是从骨髓去看。当然呢，更进一步的方法，有人做分子医学的方法，用抽血去看基因的层次，用不看。不过那是更先进的医学，是现今也可以做得到。是，那这篇报道上有说到说，高先生哈，他是签下拒绝治疗书嘛，哈，自行出院。那请问他在台北慈院是同仁接的病人哦，他有在台北慈院接受治疗吗？他没有，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他不愿意接受治疗。所以在台北慈院，我的同仁跟我说，他大部分都接受输血这种支持疗法而已，他不愿意接受任何侵入性的治疗，是蛮可惜的哈。是，那陈医师，那中医在治疗血癌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或者说好的方式？基本上现在我个人还是觉得中西医结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了哦。那当然在抗癌的部分，我们有很多药可以使用，但是我想在治疗当中比较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给他一些支持，也给他一些补药哦，让他的体力会好一点。那等到整个治疗疗程完了之后呢，中医有一些清热解毒的抗癌药呢，那可以帮助他来维持减少复发的几率。是。那另外就是如果有一些在配合辅助治疗的时候，如果你担心有药物交互作用的话，那或许在服用中药跟西医的治疗当中，可以间隔大概24小时的时间，比如说前后的24小时就可以暂停使用中药，那这样子大概可以避免掉一些中医交互作用的一些疑虑。是，那高医师好像我们西药在治疗癌症是不会天天打、天天吃的嘛，哈。是。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可以穿插中药的话，事实上是有这个机会的。是这样子吗？是。那再来就是说，谈到化疗，大家可能就会想到哇，副作用哦，很累啊，胃口不好啦，恶心想吐啦，掉头发等等哈。那白血病的化学治疗是不是跟其他癌症的治疗一样会有这些常见的副作用？事实上，不同的癌症它的治疗用的药物不一样。那在血癌病人用的药物是的确绝大部分会让病人掉头发，那更特别的是它会让他的白血球掉得很低，因为这个疾病本身是骨髓的疾病，所以用的药物有效了之后就会把他的骨髓的癌细胞清除掉，当然都也会影响到正常的血球，所以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它会容易产生发烧。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发烧的时候，就白血球太低的时候，就容易产生出血，或者是产生所谓的感染的时候。那现在有很多的很好的药物，很多的抗生素，那抗霉菌的药物，以及所谓的抗病毒的药物，可以来协助这种病人的治疗，让他可以赶快去恢复。那恶心呕吐，事实上在过去几年间，只要的发展抗止吐的药物，在只要大概和联合去使用，甚至大概90%的病人，他的恶心呕吐可以得到适当的缓解。所以事实上，过去这一段时间支持的疗法，让这些病人接受化疗的时候，他的舒适度可以增加到很多。是。那陈医师，您中医哈有没有治疗血癌的经验？或者看过同仁有治疗过血癌的病人？对，那临床上还是会遇到一些病人，然后那当然西医应该是处理掉了很多他们那些不舒服的症状，但是还是会有一些病人，比如说他胃口不好啊，精神不好啊，哈，会来找我们。那基本上我们在面对这样的病人的时候，大概比较常遇到是两个大问题。那一个是他血球的不够，那血球不够的时候，我们比较常会处理他的白血球或者红血球或血小板都有可能会处理到。好，那如果这三个的话，主要补白血球的药呢，主要就是用一些黄芪补气的药。那如果是血红素低下呢，有贫血的问题，我们大概用到当归这样补血的药。然后如果是血小板低下的时候，我们用一些比如说像仙鹤草这种凉血止血的药来帮助他回升他的血小板。那另外有一些病人他的胃口不好，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中医健脾呀、消导的药哈，比如说像那个山楂、神曲、麦芽之类的东西，可以促进病人的食欲。那因为他的食欲好，相对他的胃口好，他的体力恢复也会比较快。
那另外有一些病人如果治疗完了他又担心复发的状况的时候，或许我们就可以用一些中医的清热解毒的药来帮助他维持担心他复发的这件事情，然后来帮助他控制病情。是，那再请这个陈医师跟我们说明一下哈，因为刚刚高医师已经也谈到过，说好像这个化疗副作用啊还是不可免嘛哈。对。那中医对这个缓解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方式？除了您刚刚提的以外，其实止吐药确实现在西医药他们因为多了很多不同的药物，那事实上临床看到病人止吐的状况也真的是明显的减少，但是有些人他可能还是有那种恶心的感觉，他不见得真的有到吐，那那时候中医例如有些半夏竹茹汤或者是一些调理脾胃的药，也可以改善这个呕吐的状况。是，那请教一下高医师哈，刚刚有提到过哈，这个有时候这个化学治疗如果没有效果的话，可能会接受到像骨髓移植之类哈。那是不是各型的癌症各型的这个白血病啊、血癌啊，都可以适合来做骨髓移植？是，原则上骨髓移植或血液干细胞移植用在血癌的治疗主要是以急性的血癌为主，那像慢性的骨髓球性白血病现在大概90%都可以用标靶药物去控制，那慢性淋巴球性白血病因为它病程比较缓慢，需要用到骨髓移植的几率，而且那个通常是比较老的族群，通常也不会去使用，所以以急性白血病为主。而急性的白血病里面，不管是淋巴球性的或骨髓球性的，只要它的，比方说一开始来说，就算从染色体就看出它是预后不好的，很容易复发的，就可以在还没有在治疗疗效不错的时候达到缓解的时候，就直接，在做完化学治疗以后，有适当的捐赠者就直接做了，液体的干细胞移植、血液干细胞移植。那当然有些是在第一次做的时候它是不错，那病人犹豫或者是他的分型没有那么差，是他一旦复发的时候，他借由这种所谓的血液干细胞移植本来复发了，竟然透过这种方式可以让他再重新得到缓解，甚至造成长期的存活。其实在过去数十年间血癌病人的治疗的进展也主要是因为观念的改变，让这些病人的存活期再度的再延长，那这很明显在历史回顾的时候可以明显看出这个趋势。是，也就是说也不一定要先化疗好像效果不好再骨髓治疗，是这个意思吗？对，所以化疗治疗如果很好，但是它的分型预后它预测它是不好的会复发的，我们就直接先做了，在这个时候肿瘤的量最少的时候做起来效果会更好。是，那在骨髓移植之前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配对啊我们也常常听到说像我们医院常常说这个有劝人说我们来捐赠一下骨髓之类的，那现在我们台北慈济医院在做骨髓这个移植之前的这个配对情形是怎么样？是，谢谢主持人的提醒。的确在血癌的治疗过程，急性血癌治疗过程当中，在开始治疗病人的时候，假设认为他是未来有需要做到移植的话，通常在这个阶段就同时去找寻有没有兄弟姐妹有适合的跟他骨髓移植配对相合的，或者是兄弟姐妹没有，我们找寻就像国内最大的骨髓库慈济骨髓库来找寻适当的完全人类白血球组织抗原完全相吻合的抗原来捐赠者来做后续，一旦需要移植的时候，他马上有可以捐赠者可以捐给他。是，会问这个高医师这个问题其实有一则报道，我们看一下，一个不算年纪太大他好像不是血癌了不过他也是因为某个原因接受了这个骨髓移植，不过好像瞬间老了这个30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Okay.通常是产生了一个不好的情形，说大家报道之来。不过跟各位观众分享的是，其实移植的确有一些副作用，的确有可能产生一些排斥反应。但是像这种极端的案例还是比较少。在我的移植案例里面，有很多人移植以后根本没有这些，很好，而且生活品质很好。所以这是极端的其中的一个案例，就是他可能是移植以后产生了很强的所谓的移植体对宿主产生的排斥反应，英文叫 GVHD， 而产生的他对他不只是他的皮肤系统，
甚至他的神经系统而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影响，而造成他的行动比较迟缓，皮肤看起来比较老化。不过人当疾病不无法根治的时候呢，事实上任何不管是什么疾病都会催人老。是，所以也简单来讲，它可能就是骨髓移植的产生的这个排斥所导致的后果哈。不过那个时候还是少数，大部分不是这样的。是，另外也是媒体有报道高凌风先生他曾经有接受过除了这个移植的除了化疗以外所谓的免疫细胞的这个疗法那请问这个在国内高医师以您的专业，您有听过这种疗法吗？在国内是不是已经成熟？事实上，这个免疫细胞疗法在文献医学文献上有人主张过，但是因为毕竟不是一个正统的医疗，在很多临床试验里面它并没有被证实它的疗效优于现代疗法，所以在至少在国内这不是一个标准的治疗，而且很多先进国家这个都还是在实验阶段，还在改良的阶段。据我所知道，高先生的这个免疫细胞疗法它是在不是在台湾做的。是，好，那陈医师中医您的观点对这个免疫细胞疗法有没有相关的经验或者说是什么看法？临床上确实很多，尤其是比较末期的或是传统的治疗效果不好的病人，他们会去寻找另外一个方向，对他们来讲是个希望。但是看过了几个病人，似乎这样的治疗方法下来之后，对他们本身的目前的病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变，那感觉是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个疾病本身。是，也就是说这种疗法不管中西事实上都是不成熟的哈。那再来就是说，不过还有一些的疗法就是什么草药啦偏方，这个好像跟知识水平也不一定有关系哈。这个常常是中药方面，陈医师您怎么看？基本上中医的疗效它不是单单只是因为药物来产生效果，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传统的这个辨证论治，因为根据你的体质的不同，使用不同的药而产生的疗效。那我觉得临床上看起来还是要配合你的体质去开出的这个药方是比较有效，那很难说有一个方子是所有的人都有效或是所有的病都有效。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很多民间的草药确实它是有些治好病人的经验，但是相对这些草药，因为它没有经过炮制，所以它的毒性相对也高很多，所以很容易看到比较大的副作用产生。那基本上在使用这些草药的时候呢，要非常非常的谨慎。那例如之前有个病人，他就使用过像犁头草这样子一个药物来当作抗癌药，那他就用生服的，就是吞服的方式，那后来就出现很严重的血球低下，那甚至到后来就变成败血症离开了，那我觉得是比较可惜一点。最后，那高医师是不是要对我们这个有白血病病人或者家属做一些的建议或呼吁？是，其实西医在治疗白血病有悠久的历史，在二三十年前就把可以一个绝症变成可以根治的，所以我这时候最近的一些文献更告诉我们，在过去年因为高剂量化疗的引进以及骨髓移植干细胞移植的引进，让这些原本预后不好的病人有办法根治，而且在55岁以前的病人根治率可以达到50%，5年的存活率还有50%，这是值得，我觉得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绝对不要随便去放弃。是，其实白血病的确在治疗上比较困难一点，要有很强的这个意志力不过配合中西事实上还是可以治愈的。非常谢谢两位的分享，也谢谢你的收看，这位仁医手无碍，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感恩。